害我陷入危机的人不是别人，居然是大神你。大婶的心愿达成了，我们是陌生人了。你跟韩太喜请确实划清界限，不要背着我帮他或跟他见面，那我就会让他消失。请你彻底的把我忘记吧，就算偶然相遇也请当作不认识我，这个是我能送给医生的最后的礼物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美女的诞生》。